我这里是太原市公安局复证科的，通知你本人带着有效的身份证到我们公安局来一趟，事情需要你本人核实一下，这边能赶过来吗？现在过不去。那你现在人在哪里啊？我现在人在非洲。你去非洲干嘛？我在非洲支援拯救非洲小动物。那现在非洲那边疫情有啊，要防护好自己的安全啊，那保护好自己啊，不要把动物把你咬伤掉啊。好的。啊，那好吧，那先这样子吧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因为我看到这个归属地是香港嘛，因为之前也刷到过其他类似的视频，就知道这个肯定是诈骗电话。我当时也是抱着想逗一逗他的心理，然后拍了这条视频，没想到最后竟然他还给了我一个突如其来的关心，我还挺感动的。